那国中三年级的文法，我们在国二下慢慢开始看到。那国三会再做一次总复习，那是针对不同版本的重复练习。那因为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包含完成式，比如我们看附加文句、形容词句、名词句、副词句跟假设语的其他文法。那接着我们谈名词句。那名词句呢，只要谈到词句，好，有妈妈句、有大句、有儿子句、有子句，所以有大句加小句，这种就是有所谓的副词词句。好，那士林夜市有大林包小林，台湾的夜市有大城包小城，英文句子有大句包小句，就主要词句跟副词词句。那副词词句有三类，有名词词句、有形容词句、有副词句。凡是词句都是两句合成一句，凡是有词句一定是有两句合成一句。那名词句是小句，那主要词句是大句。那名词句顾名思义呢，它的词类虽然是有一句话，但它词性是名词，那可以在主词、代词、受词、在补语等组成。所以这牵到我们在一年级国中先修课程为什么要学八大词类跟五大词性关系的原因在这里。那就预告了国中三年级的名词句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些能力。那这个名词句的单元呢，要特别注意，它可以在主词当主角，在补语当主角，也可以在受词当主角。所以呢，它是两句合成一句，所以名词句是连接主词、补语跟受词。那所以呢，它是连接主词、补语跟受词的词句，怎么背？连接猪不瘦的词句。好了，猪一定不会瘦嘛，猪瘦瘦的就没有肉可以卖钱，所以名词句要想到那个猪。那猪是胖还瘦？胖嘛，好，那胖就是什么不瘦，所以连接猪不瘦的词句叫什么词句？名词句。为什么？因为名词句在主词、在补语、在受词当主角，所以背三遍喽。名词句连接猪不瘦的词句，名词句连接猪不瘦的词句，名词句连接猪不瘦的词句，所以词句两句合成一句。那名词是猪不瘦，主词、补语、受词。那我们看今天的内容。好了，那它可以在主词当主角，可以在补语当主角，也可以在受词当主角。那我们先看在主词当主角这个情况，在主词当主角。肯定否定用 that， 疑问用 if， 有 who、which、what、when、where、how、why 疑问词，就我才会用，就我才当连接词。好了，那我们看 that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太阳在东边升起这一个句子 is true 是真实的，所以太阳从东边升起是真实的。那 that 作为肯定句或是否定句的连接词，连接什么词句？名词句。所以名词句连接有九个，肯定否定用 that， 疑问用 if。两句合成一句的疑问句用 if， 有 who、which、what、when、where、how、why 的疑问词，我车用就合成当名词语连接词。好，那我们看到是 that sun rises in the east is true， 太阳从东边升起是真的。好，再来 that band has survived remains a mystery， band 是否存活下来， band 活下来这个事情 remain 仍然是一个谜， mystery 是一个谜，所以 band 是否存活仍然是个谜。那这边可以用 if。If Ben has survived， 所以呢 ，if 是疑问句，那 that 是肯定句或否定句，那所以这个地方呢，用 if Ben has survived， Ben 是否活下来这件事情，原来是疑问句。那如果是用 that 呢，表示 that Ben has survived， 就是 Ben 有活下来，但是别人不知道 ，remains a mystery。好，所以呢，这个用 that 跟 if 两个意思完全不一样的，肯定否定用 that， 疑问的连接词用什么 ？if 连接什么词句？名词句当主词的什么主角？好，第二当补语，补语可以在 be 动词后面，也可以在受词后面当受词补语，在 be 动词后面当主词补语。那我们看到 the truth 是事实 ，the truth is that Karen is his daughter。Karen 是他的女儿是事实，那记得哦，肯定否定用 that， 肯定否定用 that。好了，那再来 ，Nancy has a dream that she can travel around the world。她有一个梦想。梦想可以环游世界，那这个梦想呢是 that she can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她可以在世界环游世界，所以 that 肯定否定用 that， 疑问用什么 if？ 我们看下面，可以当主词补语，也可以当受词，当然也可以当主词同位格，啊，站在相同的文法结构空格叫同位格。好，那我们看到当受词 ，they told me， 他们告诉我什么事呢？一件事情很长 ，that the story was made up by Patty。这个故事呢是由 Patty 所虚构的，来虚构叫 made up， 那自己构还被构，被构，所以呢 was made up by Patty， 是被 Patty 所虚构的一个故事。好，再来看 the news that William won the game， 这个新闻什么新闻呢？
William 赢得比赛的新闻 ，pass through out the town 在整个城市边传开 ，pass through 是穿越 ，pass 通过加上 through 不是动词，加介系词 throughout 突然变色，变成及物动词，所以 pass through 不及物加 throughout 介系词突然变色变成动词 ，the town 整个城镇整个小镇都传开了。好，那所以我们看口诀，连续连接主词。补语跟受词，所以名词句是夫不受的词句，名词句是夫不受的词句，连接主词，连接补语，连接受词。那当受词的时候，连接 that 可以怎么样省略？所以一考，当主词补语不能省略，当 that 连接词可以怎么样省略？当主词补语不能省略，当受词的 that 可以省略。所以一考 that 当受词可以省略 ，that 当受词可以省略 ，that 当受词可以省略。那当主词补语呢，不能省略。那我们是大列词圈出来名词句哦，来看 the fact。That Karen had lied to me made me very sad. 他 Ken 骗我的这件事情呢，这个事实呢 ，made me very sad， 让我觉得很生气。所以呢，修饰这个事实的同位格叫做主词的同位格，主词同位格。那同位格呢，也是补语的一种。那补语的一种也叫什么？名词词缀。那第二个 ，Ken has a dream that he will study abroad someday. 他有一个。有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他将来有一天能够去国外念书 ，study abroad， 去国外念书。abroad 是副词 ，study abroad 在国外念书。那 some day 是未来式 ，the other day 是过去式。some day 是未来式 ，the other day 是什么？过去式。那我们看下面。But nobody knows that Ken is rich。没有人知道什么事呢 ？That Ken is rich。Ken 有钱这件事，所以本来是 nobody knows it。然后呢 ，that Ken is rich。这件事情，所以呢 ，nobody knows that Ken is rich 作为受词的主角，所以是名词词句，因为 knows 是动词，受词主角名词句。再来 ，success comes to whoever is ready for it， 成功是会来到 ，come to 是出现来到意思。那成功会找谁呢？会找 whoever is ready for it。那 whoever 等于 no matter who， 成功是给准备好的人，所以 whoever is ready for it。所以成功是给什么样的人？所以成功是来到什么样的人？所以 success comes to whoever is ready for it。好，再来第五个 ，the truth is that Ken stole the bike 是什么呢 ？That 名词句 ，Ken stole the bike 在 be 动词后面当主词补语，所以 the truth is that Ken stole the bike 事实是 Ken 偷走了，那过去偷叫做 stole， 所以 steal stole stolen 再来当主词。Whether Cindy will come is still unknown. 是否 Cindy 会来 ？If 等于什么 ？Whether. If 等于什么 ？Whether. 所以 if 点点点 or not 等于 whether 点点点 or not. Or not 等于什么？所以 if Cindy will come, whether Cindy will come or not is still unknown. 仍然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再想一次哦，肯定否定用 that。疑问用什么 ？If 等于 whether。疑问用 if 等于 whether。有救火车用救火车。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好了，零碎零碎有九个，哪九个呢？肯定句，两句合成一句。如果第二句是肯定句，或第二句是否定句，副词词句是肯定句，副词词句是否定句，小句是肯定句，小句是否定句，或者是小大饼包上面的小饼是肯定句，小饼是否定句，肯定否定用什么 ？That 当连接词，把两句合成一句。好了，我们看 The trouble is 问题是 That we have no food， 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问题是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吃，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吃什么句？否定句。那否定句用什么 ？That 当连接词。The trouble is that we have no food， 没有东西可以吃。好 ，if then whether 是否 ？if then whether 等于是否？那当副词是如果，当名词是句连接词是否？就记得哦，当名词是是否，当动当副词是如果，当名词是否，当动词如果，当名词是否，当动词如果。所以呢 ，Troy。Asked Mandy if she would hang out with him. Troy 要求请问，希望 Mandy 是不是能够跟他去外面闲逛，去外面逛街。If she would hang out, 那 would 加去 can， 与现在下面有什么是过去？他希望现在能够跟他去逛逛。那 hang out 是外面闲荡，英语美代词叫什么 ？Hang out， 我是跟他出去逛逛，去晃一晃。好了，所以肯定否定用 that。因为用什么 if， 所以他确定他会跟他去，问他 if she would hang out with him， 要不要跟他去逛逛？好了，有救火车用救火车，时间用 where， 地方用 where， 人用 who，
都是用 what， 选择少用 which， 时间 when， 地方 where， 方法用 how， 原因用 why。那我们看下面 ，The old man can't remember， 这个老人记不得什么事呢 ？When he took the mask， 他什么时候吃药？记得哦，名词词句必考，主动词不要颠倒，未来时未来时。所以呢，在国中一年级是 when did he take the mask？ 那在三年级名词词句主动词不要颠倒，所以 when did 的这个 did 的省略。那因为没有救火车，所以 take 要改成什么？Take 要随着时间变成 when did he take the medicine， 这是一年级的。那三年级是 when he took the medicine， 为什么？因为名词句主动词不要颠倒，未来时是未来时这两招。名词句的重点是什么？注射词句。名词重点是什么？注射词句。那两个口诀，第一个，主动词不要颠倒，未来时未来时；主动词不要颠倒，未来时还是未来时。那救火车有九台，连接词有九台。那就台肯定不能用 that， 因为用 if， 有救火车用救火车 ，who， which，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那我看下面。好了，说曹操曹就到 where 当连接词。那疑问词当连接词，有救火车用救火车，所以 the homeless boy 无家可归的小孩 didn't know 不知道 where he was stay tonight， 你的今晚要待在哪？所以 where 是地方，但是 where would he stay tonight？ 那 where would he stay tonight 这是二年级的答案，但是呢，三年级当名词去记疑问句哦。当名词句是主动词不要颠倒 ，would he 不用颠倒，但是什么 ？He would 是 where he would stay。那我们看下面 ，who 有救火车用救火车。那疑问句主动词要颠倒，名词词句主动词不要颠倒。所以我们看 ，My sister couldn't remember， 我的妹妹记不得，记不得什么事呢 ？Who she chat with last Friday？ 她上礼拜我跟谁聊天？所以本来是 Who did she chat with last Friday？ 那以名词语主动表达，这个 did 要省略，因为不用颠倒。那 chat 要变成过去式，所以 who she chatted with last Friday。再 what 有救火车用救火车，两句合成一句名词句。好了 ，we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 ，what we can do for her 我们能为她做什么？所以本来是 what can we do， 那名词句主动词要颠倒，所以呢 what can we do 改成什么 what we can do？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疑问句，它是名词句，所以这个时候的疑问词当什么词？连接词，所以连接词有三种：对等连接 and but or， 附属连接有包含名词句的 that， 肯定不能用 that， 因为用 if， 有救火车用救火车 ，who， which， what， when， where， how， 对不对？名词句呢有这个 when， 当什么什么时候 ，after， before， 在什么之前，在什么之后，因为所以因为 because so， 然后呢，除非否则除非 unless or， 虽然但是虽然 though but， 这些都是副词句连接词。那我们看下面。不要名词句哦，名词有救火车用救火车，有疑问词用疑问词，主动不要什么，不要颠倒，未来时是未来时。所以 ，Do you know why Tom was absent？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Tom 会迟到？好了 ，Tom 迟到，本来是 Tom， why was Tom absent？ 那主动不要颠倒，变成什么 ？Why Tom was absent？ 记得哦，名词句考什么？可怜，主动不要颠倒，未来时是未来时。这个连接词，九个连接词，太阳系有九大行星，那九大行星的名词有几大连接词？九大连接词 ，can you remember that？ 疑问用 if 等于 whether。那有救火车，救火车 ，who which when where how why？ 这就是九台救火车。好在 Benson shows us， Benson 呢表演给我们看，展现给我们看 ，show us 什么呢 ？How he fixed the machine， 他怎么修理机器？所以本来是 How did he make the machine？ 但是呢，它不是疑问句哦，所以名词语主动不要颠倒，所以不用颠倒 did 就怎么样？不用来帮忙，就不用及时动词喽。那动词要用过去式 ，How he fixed the machine， 他怎么修理机器？好了，我们看口诀王，我们今天要讲的名词口诀，第一个九大名词词句连接词，哪九个？两句合成一句，肯定否定用 that， 疑问用 if， 外的被三面没事。名词句连接词两句合成一句，所以再说名词句两句合成一句，肯定否定用 that， 名词句两句合成一句，肯定否定用 that。名词词句两句合成一句，肯定否定用 that。疑问句用 if 等于 whether， 第三遍哦。疑问句用 if 等于 whether or not。疑问句用 if 等于 whether or not。疑问句用 if 等于 whether or not。好了，那有疑问词救火车，用救火车当连接词。有救火车用救火车，第三遍连接。有疑问词救火车用救火车，有疑问词救火车用救火车，有疑问词用救火车当救火车，所以有疑问词当救火车就用救火车哦。好，我们看，所以的用户等说话，时间 when， 地方 where， 行数方法交换工具号，原因用什么 why？ 它不是疑问句哦，是名词词句。所以名词句文法叫做间接问句，说穿的就是不是疑问句，对吧？好，那
它不是直接问句哦，直接问句问句间接问句是什么？名词疑问，名词又叫什么？间接问句，所以名词又叫间接问句，名词又叫间接问句。必考主动词不要颠倒，嘴打不用什么 yes no。好了，所以你举例哦 ，I didn't know what I should say。At the moment,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这个时，在那个时刻，所以本来是 What should I say? 名词主动不要颠倒 What I should say at the moment. She didn't understand what I say. 她不晓得我说什么，所以 She didn't understand what I say. 本来是 What did I say? 那 What did I say? 主动不要颠倒那个 did 的省略变成 What I said. What I said. 那我们看下面，那名词第一个主动不要颠倒，第二个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为什么？因为有个 when 在里面。when 我们知道当副词句现在时的未来时。但是当名词词语的时候呢，未来词还是什么？未来词，所以不要忘记了，副词语现在的未来，名词语未来是什么？未来，因为有个 when， 哦 ，when 的关系，哦 ，when 或 where 地方的关系。OK， we are not sure， 我们不确定，摆一个 of， 那 of 碰到连接词 if 强迫什么？省略，所以 we are not sure of if she will spend her summer vacation with us。那因为 of 这些词是处女座的，碰到连接词把子可就会知道怎么办。We are not sure if she will spend her summer vacation with us. 那未来是在什么事？未来是，未来是在什么事？未来是，不要忘了用 will， 用 will。再来 ，If the weather is fine， 天气是不是好 ？If the weather is fine，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 ，we will go mountain climbing， 我们会去什么登山？那 if 这边是如果，那 if 如果当是否是名词句 ，if 当如果是形式。if 当如果是名词句 ，if 当如 if 当是否名词句 ，if 当如果是副词句，那副词句现在等于什么事？未来时。现在等于什么事？未来时。所以 the weather is fine， 你是否天气是好的 ？is fine this weekend， we will go mountain climbing。好，那我们看下面口诀：名词句加主词加动词，因为主动词不要什么不要颠倒，所以名词句是疑问词加主词加动词，主动词不要颠倒。未来时来什么事？未来时。那如果只是同一个人说的，也可以用名词片语。名词片语的意思是呢，疑问词加什么不定词，疑问词加什么不定词 ，who to do， what to do， when to do it， how to， where to do it， how to do it， why to do it。好，那这是名词词句变片语，疑问词加不定词。名词词句变片语，疑问词加不定词。名词词句变片语，疑问词加不定词。最后一个，那我们第一招去掉什么相关的主词，因为主词相关词语。第二招注重在什么词不定词，所以是名词词句。变片语，疑问词加不定词；名词词句变片语，疑问词加不定词。那我们看文法口诀，第一个文法选择 ：The man with a kind heart told me，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有好心肠的人 ，with a kind heart told me， 以前告诉我，告诉我什么事情呢？一件事情，所以 How can I do it？ 我怎么做的？那 How can I do it？ 是什么词句？名词句。为什么？因为 told me 的 told 是受语动词。有两个受词，因为受语动词是及物动词，我们高手有两个受词，第一个受词间接受词人，怎么能见人？第二个受词是直接受词物，怎么能处理？在名词句，受词什么词句？名词句。好，不管是见人或处理名词句，所以 how can I do 记得名词句主动词不要颠倒，所以什么 how I can do 这个要不用颠倒。Where should I go 改成 where I should go 主动词不要颠倒。When did the movie start 改成 when the movie started 主动词不要颠倒。How to make use of the old stuff， 怎么样去利用旧的东西？那主动词呢没有颠倒，那省略变成疑问词加不定词变成名词片语。OK， 所以答案是 D。来 ，We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事情呢 ？If 表示什么？疑问句。If 表示什么？疑问句。所以 if 是连接疑问句，所以 if tomorrow tomorrow 未来是什么事？未来是，所以 tomorrow 是未来是哦，未来是未来是，所以 if it rains 是现在是副词句。It will rain 是名词句，所以用名词句什么 ？It will rain 对，名词句主动词不要颠倒，未来是未来是。名词句主动词不要颠倒，未来是什么？未来是在一题作答。If Jeff ready to go， Jeff 是不是准备好要出发了？那 I wonder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什么事 ？Jeff 是不是要出发这件事？那 If Jeff ready to go 什么句？疑问句。那记得口诀，肯定否定用 that， 疑问 if 等 whether， 肯定否定用 that， 疑问句用 if 等 whether， 肯定否定用 that。疑问句用 if and whether， 所以疑问句用什么 ？if and whether or not， 所以 I wonder whether， I wonder if Jeff is ready to go or not。那 or not 可以怎么样？省略掉。Ford doesn't know， 他不知道。How he can help his wife， 他怎么帮他老婆忙 ？How he can help his wife， 名词句。那要改成片语，很简单。Ford 是不是？那当 he， 你当是什么 ？it， 所以 Ford 就是 he， he 就是什么
否的。那香农组织第一招去掉香农组织，第二招把 can 化了变成什么 to， 所以呢 ，for doesn't know how to help his wife， 怎么帮助老婆？那我们看下面第一题，主动动词翻译的时候，主动动词翻什么词？主词再翻什么词？动词、受词、名词与主动词要颠倒，未来时还是未来时？那肯定否定用 that， 因为用什么 if 是否等于 whether。I don't know whether，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bring an umbrella with me， 我是不知道，随身携带雨具。好了，爸爸伤到他的手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来，主词爸爸，动词呢伤到受伤的手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所以 dad hurt his arm， 伤到手背，所以 dad's arm is hurt， 或是呢 dad hurt his arm。好 ，dad's arm hurt 受伤，痛的意思。dad's arm hurt。Now, do you know how what to do? 要怎么做？所以 ，Do you know what I should do? Now, what I should do 等于什么 ？What to do? What I should do 等于什么 ？What to do? 所以呢 ，Do you know what I should do? 等于 Do you know what to do? 好了，这是因为大家准备的名词句。名词句考什么？考主语不受，考主词、补语跟受词。所以呢，名词句是主词、补语或受词。那名词考两个，主动不要颠倒，未来形式。未来式有九大连接词，两句合成一句，肯定否定用 that， 疑问用 if whether or not。那有坐火车用坐火车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还有 which， 有九大连接词。感谢收看，再会。